国内金币无增加，不欢喜也不增加安，也咪系连电提醒你无扣整呢。看得出来，国内疫情又加翻呢。一下台湾累计扣整人数含内比值的四百二十九例，有三百二十一三人解除隔离。那我有关排查间群起感染事件，相关的一千九百九十六位接触者，指挥中心还能继续在追踪加调的空间情形。嗯，一连续假期就会多的，下一步的国内疫情又较烦的，可能会有一多民众出去老了。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讲，替家族的心情变卡轻松地位，不过防疫还是做唔得太太，从会保持社交安全距离、卡接接触，外带最美，一条防疫措施都还内外做好来。政府下一步会推出高速公路一九六八 App， 新增行人动图景点、行车警示功能，不过资讯不正确。交通部长林佳龙周四表示讲，计行车为相关单位来检讨修正。对于立法院未提出五一连续假期前，一个 App 正在经过阿鼻测试，无通过，总得乱用。关于疫情又卡跌的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讲，当天研究讨论运用的本沙飞飞波增强警种，不过有公费或者建议，应该针对境外引来民众抗体采检，或清除无症状的感染者。为大救经济，法国总理菲利普二十八日国民币提高的解封计划，所以当年新增加确诊病例维持在三千三人以下。法国就会在五月十一本送店重新营业，或搞重新上课。不过要求民众在公共场所停在待最严的。